你还有话对我说？那个，你要是敢到医院乱说，就死定了。那得看你表现，看你拿什么堵我的嘴。胶带还是缝衣针，自己选一个。哎呀，回来了。两个人一起回来的，路上遇到的。哎，这剧情还真跟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呢。果然，胖子都是潜力股，这也太偶像剧了，居然还发生在你身上。非不思他。虽然你是小可爱，但是你的突然出现也是会吓到我的。我可没想吓你，是你自己没听见。哎，看洗手间上面写着今天是重要的日子，什么重要的日子？是不是跟少卿约会啊？不是，我去见了小时候的朋友。小时候朋友？你在这儿还有小时候的朋友吗？长什么样？有没有我们少卿帅？妈，你都快变成温少卿的粉头了，要不要给你组这个后援会啊？什么叫粉头啊？又转移话题。哎，你快点告诉妈，到底是什么朋友啊？哎呀，就是老朋友见个面，别八卦了。妈，熬夜催人老哦，再不睡，水光针都白打了。真的啊？那我睡了啊，你也早点睡啊。哎，晚安。